江阴中瑞非织布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台资企业，公司拥有整套完善的大型机械加工设备，并配有一支专业水平高、攻克能力强的技术开发队伍。近年来所制造的成套涤纶短纤设备在技术和品质上的不断创新提高，使我们在短纤成套设备市场的占有率和知名度都名列前茅。在2005年研制的适合中小型化纤企业废房的紧张热定型设备，填补了国内成功运用导热油为热媒的空白。2006年5月，在江阴福茂化纤投产运行，生产出平片方大化的高强低伸丝，丝的强力指标平均达到5.8 cm DTEX， 高的达到6.3 cm DTEX， 经济效益明显。目前已制造在线运行生产线16条，并远销东欧、东南亚市场。公司资产总量至2010年12月为5100万人民币，年均销售额为2.4亿人民币。公司在2003年已通过了 ISO 9001、2000标准质量体系认证。2008年，制造成套化纤设备获取 CE 认证，连年获得无锡市重合同、首信用企业及银行资信3A级称号。公司在册人员200人，厂房面积15000平方米。产品简介：一。3000吨每年至30000吨每年，再生涤纶普纤及中空三维卷曲短纤维生产线。二，10000吨每年至25000吨每年，高强低伸短纤维生产线。三，1000吨每年至10000吨每年，经纶纺丝生产线。四，3000吨每年至15000吨每年，锦纶、丙纶短纤维生产线。五，3000吨每年至5000吨每年，丙纶短程纺及医用丝束一部纺生产线。六，2000吨每年至10000吨每年 ，ES 复合纤维生产线。成功项目：中再生江苏蓝孔雀化纤有限公司。本机可用于仿制涤纶、丙纶、锦纶等短纤维，做相应工艺设备等方面调整，可仿制三维中空纤维及其他特种化纤。主机分前纺、后纺两大部分。前纺生产线工艺流程：原料真空转骨干燥机、料仓、螺杆挤压机、过滤器、计量泵、纺丝箱、环吹冷却、上油、卷绕牵引、喂入机、承丝筒传动往复装置。一、原料的分类与配料。再生 PET 原料可分为平片料、泡泡料、浆块等。二、真空转骨干燥机。配好的原料投入到真空转骨干燥机筒体内，通过夹套内的蒸汽或导热油加热，使原料温度升高至工艺要求，然后进行抽真空，将已变为水蒸气的水分抽除，以达到目的，使无定型结构的湿原料提高结晶度和降低含水率。三、螺杆挤压机。烘干后的原料在螺杆挤压机中熔融挤出，是一个从固态转化到粘流态的物理过程。四、过滤纺丝部分。原料经螺杆挤压熔融后，由双切换过滤器过滤杂质，再由分配管进入纺丝箱体，在箱体内经纺丝计量泵以恒定量通过纺丝组件的过滤层后，从喷丝板细孔中挤出，挤出的溶体细流经空气冷却成丝条，丝条经上油后进行卷绕落筒。五、冷却成型。从喷丝板喷丝孔中挤出的溶体细流要在空气中冷却固化，冷却固化条件是否合适，对所得纤维的结构和性能有决定性的影响。使用我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小车式环吹风，纤维冷却均匀性好，丝条稳定。六、卷绕落筒。卷绕落筒的自动化程度较高，具有自动切断丝束、自动吸走废丝、自动升头、
定常控制丝束长度以及出现异常情况时的音响报警系统，厚道联合牵伸系统，三维中空后纺生产线工艺流程，集束架、导丝机、浸油槽、一道牵伸机、水域牵伸槽、二道牵伸机、蒸汽加热箱、三道牵伸机、叠丝机、蒸汽预热箱、卷曲机、上游雾化机、液影张力机、切断机、摆丝机、脱丝机、松弛热定型机、面板输送机、化纤打包机。棉型后纺生产线工艺流程：集束架、导丝机、浸油槽、一道牵伸机、水域牵伸槽、二道牵伸机、蒸汽加热箱、三道牵伸机、叠丝机、蒸汽预热箱、卷曲机、松弛热定型机、液影张力机、切断机送棉装置、化纤打包机。机集束导丝，从桶内引出来的未拉伸丝，通过导丝环、张力调节器、导丝器等，使各丝束的张力均匀一致，并最终汇集成三片均匀薄丝片送去拉伸。八、油浴牵伸。拉伸前，丝片在油浴内加热，分两段进行拉伸。第一段丝片在油浴中被拉伸，肩颈消失后进行第二段拉伸。第二段拉伸是蒸汽箱内用过热蒸汽将丝片加热后拉伸。第三牵伸机滚筒表面线速度一般称为拉伸速度。拉伸后的纤维受热后发生收缩，必须通过热定型以消除因拉伸产生在纤维内部的残余应力，并促进结晶化。九、上游卷曲。上游是为了防止纤维在后加工过程中因摩擦而产生静电。拉伸上游后的丝片经叠丝机将三片叠成一片，使宽度适应于卷曲机后，丝片喂入卷曲机。卷曲机是由一对卷曲轮和填色箱构成，由叠丝机送来的整齐丝片在填色箱内受挤压成上下波曲及卷曲。从卷曲机出来的卷丝片温度约100摄氏度左右，为了不使卷曲度受到影响，卷曲机在将丝片送往切断机之前，则是先经松弛热定型后，再在室内暴露一段距离后送去切断。十、紧张热定型、切断、烘箱、打包。切断前设有张力调节装置，丝束切断成短纤维再进行称量打包。根据对纤维物理机械性能的不同要求，拉伸和热处理可采用不同的组合方式。对于高强高模型纤维，通常采用两段拉伸加紧张热定型工艺；对于高强低伸模型纤维，可采取一段拉伸加紧张热定型；对于低强高伸型纤维，采用一段或两段拉伸加松弛热定型；对于中强中伸型纤维，采用两段拉伸加半紧张热定型。在我们公司发展的同时，我们也一再刷新历史，不断创造佳绩。我们现在基本每年都有接近30家国内客户，同时自1998年来出口我们的产品到50多家国外客户，其中包括越南、印度尼西亚、马来西亚、波兰、俄罗斯、印度、伊朗、伊拉克、墨西哥、巴基斯坦、台湾等国家。